点解要喺度嘅？我死咗啊！哎呀 ，B B， 嗰时个三块 pizza 包薯片同埋几嚿炸鸡都冚死咗啦！但系我唔好，但系我衰，我边个叫想食就食。我竟然为咗啲咁嘅理由而死，你安息啦 ，B B。 吓，咁样就伤心完噶啦？系咪啊？我死咗，系要伤心多一阵噶啦。一最衰你零食，如果唔系你哋，你根本唔使死，食晒你！喂呀，你认真少少得唔得啊？ 系我啲衫啊！你一定想闻下我浸除啦。喂，你想到我啲衫做乜嘢啊？搞掂。巢晒啦！呢啲我最中意噶。哎呀，放心 ，B B， 唔痛嘅。 你唔单止冇唔开心，掉晒我啲衫，仲要剪烂我哋嘅合照。你到底系有几想忘记我啊？衰人，衰人，衰人，成日冇俾到记得我噶。小妹妹，唔开心啊？ 你见到我？我依家呢个状态已经好多年啦，净系因为世间有人记得我，我先至可以留喺度咁耐啊！吓，即系我呢个状态唔系永远噶？梗系啦，呢个世界走得咁大，容纳唔到咁多嘢噶。啊，唔通系时候啦？咁我跟住落嚟会点啊？我仲系咪我啊？ 我会去边啊？唔通呢个就系我嘅结局？日子一日一日咁样过去，佢每日做嘅嘢就系打机、食饭、打飞机，佢自己一个都可以过得好好。 无伤心，无思念，亦都冇悼念，好似我哋呢份感情从来都冇存在过咁。咁等待呢个过程就好似等紧死刑咁。等阵，发生咩事啊？佢俾人忘记咗啦。当人家。 正在努力记得你嘅时候，就会喺度永远消失。我哋叫最后死亡。我不知道，虽然你已经唔记得我，但我真系好挂住你，我真系唔想离开你。 回忆，系1997年3月12日出世。佢喺嗰边过得好好啊！我成日觉得佢好似我身边都过得唔系咁好啊！一个人死咗之后，系会留低灵魂嘅。如果喺呢个世界上边，佢最爱嗰个人唔在爱佢，佢就会消失噶啦。我谂你平时梗系想佢想得太多，所以咪凝住咯。呢度又系。 做咩啊？唔话唔食嘅咩？喂，咁话，我明你女人懒惰衫，两蚊以为装唔晒啦，着得晒咩？我中意啊，最多以后着唔晒，捐咗佢咯。你话噶，到时我第一个 pack 相寄晒出去啊！原来当时你。
今次呢個劇本啊，真係令到人識我多啲。雖然咧，我仲唔係話做得好好，但係總有一日，大家會睇到我嘅進步。咁到時你咪要做女朋友咯。係噶啦，仲會做埋殺手，係做只恐龍去咬你，咬你。係乜嘢啊？你驚唔驚？你從來都冇忘記過我，每日都若無其事咁生活，而每日生活都離唔開我。但係你終會有一日會忘記我。忘記我，你先可以好好生活。而我會一直陪你，慢慢慢慢咁遺忘我。自此之後，我一路陪在你身邊，陪住你找到新工，陪住你找到新的伴侶。我想問你想不想人照顧你啊？好啊，明咗。陪住你踏入人生另一個階段。仔，食飯啦。陪住你去忘记我。都差不多是时候了。你一直记住我，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度过了这么多岁月都已经够了。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去证明你心里面有我。所有嘢都好值得。多谢你，多谢你生命中有我。